我希望你可以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及现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回答下列的问题。第一个题目是，请问你认为两岸现在是什么关系？我们请张主委跟你说明。我们就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就是两岸关系。两岸关系是什么关系？就是两岸关系，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关系。你这个回答有回答跟没回答一样。本席告诉你好了，是中华民国的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的关系。如果依照这个目前的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你的确如你所言。第二个问题，中华民国的领土包含哪些地方？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就是根据宪法，我们就是既有的疆域，就是我们的领土。所以是哪里呢？就是宪法所规定的。只有台澎金马，还是要加上大陆？就是按照宪法的规定来。连这个都不敢回答，本席真的是太讶异了。你不要怪说现在的两岸关系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倒退。那我请教赖院长，你认为我们现在的领土按照宪法固有疆域包含哪里？刚刚张主委已经回答了吗？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答案很简单，你为什么说不出口呢？我请，是不是赖院长这个问题要不要回答？有关疆域的解释，这个是要由大法官会议来做解释，也不是由行政院来解释。还要大法官来解释啊？我觉得小朋友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耶。你今天说我当行政院长，我可以管到习近平那个国家主席所管的范围。你那个是治权的问题。我只跟你讨论法令上面明定的，超过现实了吗？我觉得院长，你把问题搞复杂了嘛？怎么会？你我是说法令上怎么规定？你告诉我法令上，你讲的是实质的治权。我觉得大家都知道，现在治权是给予台澎金马。我觉得，但是法令上是怎么规范的？你要讲啊！我就探究这个问题哦，只不过是呈现台湾社会的分歧而已的，没有意义。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们不肯面对，所以才会让台湾社会这样子的分歧哦。作为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不清楚也不愿意回答，我们的陆委会主委也不敢回答，这个是让人家非常遗憾的事情，不敢正大光明的说出台澎金马加大陆为什么这么的回避哦。